大家好，我是舒适之夜顾问的 Jamie。 那我们今天在北约克一个公寓跟新租客交接。两天前呢，我们跟原租客交接的时候呢，原租客找了专业的清洁公司，把厨房卫生间和整个物业都打扫过一遍。我们过来看，整体来说还是干净整洁的，墙上呢也没有明显的印记或者是破坏。那今天新租客来的时候呢，其实还是在做一个细节验收的时候，还是发生了一点点小插曲。比如说它的这个空调 furnace 里面的 filter 其实挺多灰了，这个呢我们是联系了管理处，换了新的。另外就是卫生间的一个水管出水好像有点不畅，那我们也会联系业主啊，我们也找师傅过来给他看一看，看看怎么把它修好。我们在这件事情里面学到的一个点，以后应该注意的点，就是哪怕是租房交接也一定要跟买卖验房一样严格，这样的话把一些细节把控好了，让新租客住得开心，然后房东也省事儿。那今天基本情况就是这样，请继续关注我们舒适之夜，拜拜。